煮醋饭要注意的就是五个口诀：洗、泡、煮、焖、拌。洗的话就是把米的杂质洗干净，泡就是泡米20分钟，这样米的保水度会更好。然后煮饭就是把它煮开之后就可以了，然后再煮开之后就要焖大概20分钟，然后拌好饭的话就是还要再静置20分钟，让表面稍微冷却之后再翻面之后再静置20分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河童细卷就是日本传过来的，河童它是日本当地的水神，也有人称它是水怪，它很喜欢吃小黄瓜，所以当地的日本人就把小黄瓜包在寿司里面，然后放在家门口，河童它就会上岸吃，这就是河童细卷的由来。河童细卷，因为我今天呈现的是水滴形的形状，然后它也可以包成是圆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形状，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形状，这个也比较好上手好入手。水滴形的形状它就是可以把它变成是花瓣的形状，这样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会更好。把醋饭包在小黄瓜里面，把醋饭包在小黄瓜里面，把小黄瓜安静。